他一打你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有什么用？我上次不是带你去过律师事务所了吗？人家把离婚合同都给你拟好了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倒是让他签字呀！你别说我了好吗？离婚哪儿那么容易啊？说离就离呀、啊？离了婚，我怎么办啊？不是有什么不容易的？我不像你，我七八年没有出去工作了，我离开社会这么久，你现在让我出去找工作，我恐怕连工作都找不到，我怎么养活我自己？以前的那个你哪儿去了？你现在怎么这么懦弱？我心里挺害怕的。他不打我的时候对我特别好。你又来了又来了，每次你说的都是这些。我怀孕了。多久了？两个月了。他知道吗？啊？还没跟他说。你早听我的，现在这事儿就简单了。如果你要是我，你怎么办？换作是我，我肯定跟他离。但现在情况不一样啊，这是你的生活。眼下你又怀了孕了。毕竟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，要不咱再好好想想。